么那么不配合？要没有不配合，全部人都交出来，全部该擦都擦了。警方快打部队都已经到了现场，但这群酒客早就喝懵，天不怕地不怕，还向远景国骂问候，下场就是。先是骂最大声的，被多名远警一拥而上压制在地。同伴眼见情况不对，出手搭救，瞬间又两名醉客被压制，乖乖就擒。然而。还是有不怕的，看到同伴被警压制，站远远的痛飙警方，等到一个远警冲上前，一个拉甩，瞬间跌在地，再也不敢拉。该发命案子带有酒意，不愿意配合警方的盘查，并以脏话辱骂我们的远警。火爆场面就发生在一号晚间，八名醉汉在桃园这家舞厅楼下喝得醉茫茫。远警见状上前盘查，为了八人不服呛警，逼得警方找来快打部队支援，八人还不知已经大难临头。走啊！趴下！趴下！趴下！骂脏话嘛！骂很开心哦。最后通通被带回警局，其中一人因为用三字经辱骂远警最大声，以妨碍公务送办，其他七人则保护管束，结束这场街头闹剧。记者陈展、严新宇，台湾报道。